Maximum Suffrage 2016。拉斯维加斯总统辩论会大乱斗，美国人民是真正输家。在最后一场总统辩论中，川普比起平日表现的沉默寡言，这位亿万富翁是不是吃错药了？被问到他的移民政策时，川普只说他会把所有坏蛋都赶出美国。当希拉蕊指控川普是普丁的傀儡，并且受益于俄罗斯的骇客攻击行动时，川普大声反击：“你才是傀儡！”主持人华勒斯显然是这场总统辩论会的真正赢家，他稳健的表现抑制了候选人们互喷垃圾话的荒唐场面。当被问到是否将接受这个他所谓造假的选举结果时，川普拒绝回答，就像他不接受输掉黑箱艾美奖。距离投票日倒数计时的此刻，乡民们觉得谁会当选，成为美国老大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